60%就是基本上是半一半啦，过跟不过。反正讲，反正讲了一句废话。再大力一点！我要秒杀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的 Skin Club 环节。那 Skin Club 呢，我们已经介绍了超级超级多次了。那它是一个公平公正，而且非常非常好玩的网站，里面呢有所有我们在官方出的 skin， 它里面都会有，然后它提供许多不同的箱子，更多样化的一个付款的方式，有信用卡、Apple Pay、Google Pay， 然后有银联卡或者是 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之类的。然后最主要的是就是要登录我的促销代码，然后在我的资讯栏里面，那大家记得去使用我的代码，这样子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哦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大家玩这个的时候呢，切记不要太上头啊，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小小的乐趣，当做买乐透或者是玩刮刮乐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开一些箱子咯 ，Let's go！ 我们就先从这个一块的试试看好了。You got it！ 这个箱子只能说小亏，那不就三个吧，都一块而已。哇，全部都不到一块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有一招啊，我相信老朋友都知道的那一招，他好像也有这个官方有的，还是我就看，试试看呗。哎，还行，小亏了一点，但还好，这个还可以抽贴纸啊。你看他有超多种箱子，然后下面还有更多选择，还比官方匹配有更多的选择，就是你不用局限在于那些箱子，或者是说，哎。那个箱子里面的枪我抽到又不能拿去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不一样，在这里呢，你抽到这些箱子，你可以把它做升级的动作，这个是非常好玩的，非常刺激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一直抽到这个蓝蓝的箱，那就让我觉得很烦。寻找一个萌一点的箱子，嗯，还有这个哎，火车是什么？2021火车，哦，白色 USP， 试试看，三块。3块钱一个，再一个，哇！杜普勒差一点，杜普勒蛮帅的啊，讲实在的，虽然说不贵，但我觉得蛮漂亮的。啊！再换一个，感觉这个地图箱蛮好玩的哦。哇，它这里还有好多哦，都一堆不同的选择啊，你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开来看哦。就是它有各种选择，各种选择也是都有各种不一样的价格，所以依你的能力下去做选择就行了，试试看。哎，过去，赶紧再一个哎！手套箱感觉很有机会，一直飘过去呢。赶紧再来，很上头啊！哎，刹车！手套箱感觉超好，超刺激耶，会受不了哎！哎，这也不错哦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哦，还有这个 M Boy， 哇，好，宝夹吗？
刚那一整排呢？这样是宝夹的一种吗？再一只，哦，手到，过去一点。啊，干一个30哦，干很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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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敢不敢抽到这个？哦，抽到刀也不错哦，来一个吧。哦，23，幸好幸好，小小亏小亏，等于说花7块抽一个箱子，小亏小亏小亏，感觉还是抽这个2块3块的就好了，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才是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，嘿嘿嘿嘿。喂，过去，法克油啊！再来再来再来，说好不上头，说好不上头。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都懒得又怎么样？我们还有最新的这一招啊！在你抽到你一些不喜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给它放上来咯，然后选一个60%，这个60%吗？有，直接升级。升级完了就有从0.007变9.88。停 ，nice， 赶紧再来呢！至少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你可以再卖回去还它，你就有再有资金可以玩。再打你一点！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存在亏，几率高一点，价格好一点。来吧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60几%，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实在是50/50啦，60%就是基本上是50%，会就是一半一半啦，过跟不过，好像讲了一句废话，再来，停，来来来，气再来。基本上连过3次之后呢，你可以再继续那个。我实测过了，连过3次之后会有好事发生。再来，停！哇，这事情再教会我们再一次啊，就是赢了就要收手。像我刚刚如果收手了，我今天丢出去的大概就回了至少一半回来。OK， 那 Skin Club 好不好？大家有空不知道要玩什么时候呢，就可以来小玩一下。那大家还是要记得不要上头哟。OK， 那我们就下一个 Skin Club 的影片见喽，拜。